Let's see, we can roast if we want to. This charcoal looks just fine. We pick it up, we put it down, then we get back in line. And say, we can roast, we can roast, everyone taking a turn. We can roast, we can roast, be super careful not to burn. It's a roasting dance, a penna roasting dance, a dirty roasting dance. It's a roasting这儿太美了，这是九华山脉。九华山脉，翻过这个山就是环山山脉。现在是往蝙蝠洞的方向。 这是采的鲜叶下来了是吗？ 对， 早早早，辛苦。 玩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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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来了
这是核心产区蝙蝠洞，再往上走一点就到蝙蝠洞了。罗安瓜片最好的叫齐头山。然后蝙蝠洞那边还有一片，从这底下一直到山顶。你们家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他们打小爷爷辈就在这边。这是著名的洛安瓜片的核心产区蝙蝠洞，我们可以看到这片的古老的茶园。这是老树的品种。好奇，就采这一片叶子。这个叶子。啊。这个也不打秤哎。啊。对。这个叶子不打秤哦。嗯，不打秤。那前面的这个头上这个尖儿还采吗？嗯。也采掉。我就是看看你摘的那个好快。不知道。一天能摘多少？一摘不了多少。摘不了多少。这太一样了。这个采个三斤。太小了。哎。太小了。好的。啊，好摘的能采到哈，采不到的就是一斤多。嗯，这样能采不到的。啊，采不到多少？人生就是用来折腾的，上啊下呀，哎呀，气喘吁吁，真是洛安瓜片的核心产区蝙蝠洞。齐头山的蝙蝠洞，再下去采去哈。啊，我说再下去采去哈。嗯，这儿采完了。那没采完，还在这里。啊。哎呀，
采茶的，换地儿采。又换地儿了，是不是又换地儿采去？要换到下面去采。回家了，回家了，收工了。嗯。哦，贤明茶叶。你们是贤明产业的，上面身上还标的标志。对，下山了，下山了，下山喽，我们也下山喽。我们也下山了。这边下药不下大吗？看你那样下大了吧？看看麻药，我这个都没下。有下它就大了哈。我这个是不过，大了不行。两个人不一组啊。这是啊，说的镜头大两个扫把没区别吧？生锅熟锅的扫把有区别吗？有。那一个窄点一个宽点是吗？是的。啊？生锅的硬一点。生锅的硬一点，熟锅的软一点。哦。原来还有这个。我体验一下。吴老师，哎，给我们指导指导。这我可不敢。啊。有水分那个油。有水分那个，是吧？那个米烧。听不懂是吧？啊，江苏。江苏。我们家在江苏打工的多。我们家还人在江苏打工。在江苏打工的多啊，好吧。我的兄弟。开始准备拉大火。Gracias.
这就倒到这儿来，它们凉了哈。这是拉完老火的卵瓜片。